义父，就是他们劫了我们的镖。哼，不是这样，干嘛呀你们俩？你知道要回来了。义父来救你们。救我们？就几个小毛贼，竟敢劫我们嘻哈镖局的镖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不是，就凭你们俩能救给他们四个？有我。到。这时展示你的功夫的时候到了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是。咋的？咋的？给我上啊！跑！为师回去搬兵，走。本节目由只做好中药健康天下人玉芝林冠名播出。哎，小心点啊，别伤及无辜啊。这哪儿啊？嗨。把他们仨带到那边，他留下。把他们仨带那边。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啊？我这么美，你为什么不留我？啊？带不走。我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他看到了。我觉得。你的气质如此的好，这我知道。身材如此漂亮，这当然。不如你做我的小妾吧，你意下如何？好，好，在一起。好，最后一句，好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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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啊，恭喜！恭喜！我不答应，我不答应。好，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意已决。夫人，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呢？不怎么样。不是，凭什么让我叫我夫人？我没同意呢。你在那儿呢，夫人在后边。大姐，大姐，我觉得如何呀？大姐，小妹出来看看，大姐。夫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姐，我能有什么意见呢？你说说人家啊，长得这么水灵，这么年轻，大王啊，怎么能让人家做小妾呢？那应该做什么呢？应该做正房。漂亮，夫人果然是明事理，就正房。夫人，你可以先休息去了。那不是那他怎么办啊？他休息去吧。我们夫人非常开明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正房。哎、什么都不能没有，瓜子儿少不了。恭喜大王，恭喜大王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。